且这么配合、这么认真的一个达成传爱小天使的工作，所以我们洪祖伟呢又变出了一个更新奇的魔法。我们要请洪祖伟呢变出小朋友最喜欢的礼物是什么呢？哇，是小朋友最喜欢的棒棒糖。所以请洪祖伟分给我们六个小朋友每人一支最喜欢幸福像爱与幸福的棒棒糖。谢谢他们这么棒的把我们魔法球能够很顺利的拿到台前来，好棒的小朋友，谢谢你们。哇，太棒了。哎，对，要拿到棒棒球，看棒棒球会伸出小棒棒糖哦。所以台下每一位小朋友，你们等一下都会从我们自动阿姨叔叔的手上拿到我们的棒棒糖。好，接下来我们要更重要任务要开始进行喽。接下来我们传爱列车火车就要开动了，所以呢，火车开动前是不是我们要鸣笛？所以呢，好，请我们所有会台上的贵宾跟主委们，我们举起我们的右手，然后呢，好，请贵宾们跟主委们往前一步，往前一步，站在小朋友的后方。好，我们拿了魔法棒，然后呢，我们要向着我们传爱火车要启动喽。在我喊一二三之后呢，请大家一起大声的喊出魔法球上的字，传爱列车出发。好，预备咯，请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我们台上的人所有一起准备，预备，一二三，传爱列车。龙潭开发快到各个十三乡镇市，散播我们快乐与幸福。启动了，我们即将有这个艰巨的任务，一起传播爱与幸福到各地。谢谢所有的贵宾，谢谢各位主委们，谢谢各位小朋友们，也在场所有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所有的传爱天使们，谢谢你们一起来参与我们传爱列车的启动仪式，谢谢各位。贵宾们，琥珀。好，谢谢。为了响应我们呢，吴县长的爱与祥和的理念。